羡慕这几天好像有什么心事。昨天好像问了他好几次，他才说羡慕单身 Prom。 好像刚认识羡慕的时候，听羡慕说他选不到一个跟他去 Prom 的女孩子。第一个女孩子一啥人，是羡慕在中文课同学，她很聪明，帮助羡慕练习很多中文。羡慕的中文水平今年提高很多，因为小人帮她。第二个女孩子是赵银户，银户人很好，性格十分开朗。羡慕和银户在电梯里边认识，因为银户很开朗，他先跟羡慕说你好，他们马上成为很好的朋友。羡慕说他不知道第三个女孩子很多事，在兴趣上那个女孩跟羡慕都一样，实际上他们是在跑步比赛认识的，他们只见了一下。羡慕说好着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，要知道羡慕选谁，是啥人，聪明的同学，还是赵银户，电梯女孩，还是 Girl 3 Forrest Gump 小姐。正好今天下午有空，好着就去找羡慕。Hey, what's up? 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决定了吗？别提了，我什么女孩子都不喜欢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记得医生吗？对。从两个星期前，我每天都请他跟我去看电影。OK。但是我总是碰钉子了。碰钉子？真的吗？对。为什么他拒绝你？因为他每次都说他在家学习，连 AP 考试已经开完了。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别生气了，女人都常常这样，她们每天太忙了，没有时间跟我们花时间，可是她们有很多时间跟她们的女的朋友玩。对啊，我对小人失去兴趣了。那英文呢？英文更加我生气呢。上个星期六，我跟他叔看电影，我们看电影迟到了，因为他太开朗了，一碰见人就跟他说话，还有他很吵，我们看电影的时候，他继续说话，别打架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别听你说，发生什么事都让我头痛。那别的女孩呢？你在跑步比赛认识的女孩？我还不知道，我没有记得很好，可是我觉得她很漂亮。我去了跑步比赛，很闷热的天气，还有我很累了，因为我很累，天气也很热，我不能集中精神，所以我绊倒了，我站不起来。那个时候，我看到了一只手，在我的前边是一个人，我往上看他是谁，可是我看他看不清楚，因为太阳太亮了，还有我眼睛模糊。我接下那只手，他的手是最温柔不过了。我觉得他上别的学校，因为我不认识他。我站起来时跟他说谢谢，他已经离我太远跑掉了。
我尝试找他，可是我找不到。我相信就是他。我要他是我的 prom 的舞伴。要是我能再看他一次。哎呀，别相信了，你会找到他。就当他是很难捉到的鱼。别担心了，我们去 play 吧。嗯，哎，我请你。哦、好的。我收到的，我收到，你将有代签。哦好。我没有看到你担心 prom， 你已经有 prom 的舞伴了吗？哼，别担心我，我总是有 band。你们一定相处得很好。对，他跟我最是爱的了。哦。